我今天无代志，多谢。交代看卖，我敢袂听啊？我今仔有去哪有着啦？我真正无代志，多谢你。无代志就好啊。来，今日去休困。志刚，你啥代志？ 其实，我应该甲你讲一声实话。进前才对你通知，你讲你烦恼厝内底有出代志，希望阮回来一撮。迄时阵，我认为你想伤济啊。啊，毋过好佳哉，阮才是有回来。啊，若无以后，阮嘛就爱孤军奋战啊。我无应该无将你的话放伫心内。毋免回实话啊，我也未甲你计较啊。 那呢，总是应该讲多谢，多谢你这样用心，才会当在我妈上需要我的时阵，我会当常常陪在伊身躯边。这么多年来，辛苦你啊！那是我应该爱做的啦。我甲恁当作是家己的亲人，啊，照顾亲人，哪会感觉辛苦啊？歹势。 我讲想济啊，莫耽误恁休困的时间，你今日去啦，哈。哇，这个，哎，吼，恁来准备这么侪物件要互阮啊，还要叫我刮无发啦。啊，拢是这食物件甲你用品啦。啊，因拄转来吼，我独自带伊替恁备一罐啦。哇，我拄则有看，你准备的物件拢是亚杰家己的呢。尤其是这泡面啦，是牛肉口味的了。哦，亚杰在美国的时阵哦，上熟了的，都是台湾的牛肉味了。 那恁我买了酒了哈，嗯，好了，今天休困了哈，我要回来。啊，姐，晚安哈。嗯，来。快，快加水哩哈。嗯。 我感觉恁兜上特别的人哦，都是文金杰啊！你看，伊甲爸妈的交情遮尔啊深哦，煞拢袂靠势啦。永远拢遮尔谦虚、守护老家每一个人，大细样代志哦，拢顾甲好势好势，毋捌闹交过。连你上爱食啥物款口味的泡面哦，伊拢嘛记掉掉，根本就是一个超级保姆啦。啊，若毋知真正新闻的外人看到吼，绝对会认为啊，伊就是恁爸啦。 我刚好闻到咖啡的香味呢，啊，你敢有闻到？哎，我呢？啊，他，哎呀啦，敢毋是出租回来哈？无可能啊，伊若是要回来，交讲一声啊，不管啦，咱先摒扫啦，啊，拖鞋也互你拭啦，我去摕床单，哈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讲好啦哦，嘿，床单来交我哦，吼，好啦。 老婆，你刚有听到外口有声音吗？啊，发袂记通知门诊嘛，果然提早回来，应该是来摒扫啊，紧换衫啦。
是是我的同志，这么多年我看到你，你有世界这么伤心，平常的啦，人处处的人足好诶呢，是罗家的大小姐，敢会安怎？所以这个就是罗家的千金，同志，你就是足优秀，足有能力，才有法度做着永兴集团的大小姐。我就知道我的同志才有才情，我就知道你早晚就有出大。看你笑甲，看你的眼神，别说什么欢乐拢无，我唔知你到底吃偌济苦，直到我来给你一切的笑容。阿梅姐嘛，敢是你来啊？太太，是我啦，我来打扫啊啦。歹势呢，我唔知影哦，你已经回来啊，所以我无甲你拍招呼啦。啊，甲你叫了着，有甲你吵着无？不要紧啦，是我袂记甲通知，无闲做你啊。真是和你讲对啊呢，人真是回来啊呢。不过你免惊啦，因阿母对人拢足客气的，袂对人歹亲亲啦。是啦，阿妹啊，我感觉安尼唔好啦。我惊因万一若看到你加娶一个人来吼，会生气，会害到你。我想要怎？这样你要紧张啦，没有代志的啦。喏，这个吼就是罗家大小姐因翁，啊，伊是伫个美国大学吼伫教书，我拢叫伊谢教授啦。伊人吼足缘投的，嘛足好的。有一届啊，我无说你哦，甲迄咖啡哦讲破去，啊，伊唔呐无怪我呢，还佫足关心我讲，看我有受伤无？人实在有够好的。因家的四大人吼是安怎教的？哪有法度教出吼这么优秀、搁这么大心的囡仔？你看因两个是不是龙仔鹿毛，真正有够素皮。至少人谢教授吼会当娶到罗家的大小姐，上无嘛会兼奋斗二十年，啊，不过相处了后。我才感觉谢教授的人，伊唔呐上进哦，而且哦，佫足有才情的。无怪哦，罗家大小姐会去爱着伊。人讲金翁哦，就爱金这种的上进的，就是讲这款的啦。阿梅姐嘛，哎，谢教授，老赞呢。哦，阿梅姐啊，真久无看呢，身体有勇气无？有哦。我每天哦，拢嘛是做事兼运动，当然嘛有勇气。哎，阿梅姐啊，今日佫带一个人来跟你斗相共哦。系啊，啊，我是讲吼，要赶恁回来进前哦，就甲厝的表清去啊。啊，我们才找一个人跟我斗脚手啦，啊，是我的朋友啦，伊叫阿平啦。哦。伊人吼，足骨力嘛，足好诶。
还是讲吼，歹势啦，无先甲恁讲一声，啊，我着大主大意带伊转来啊。唔要紧啦，恁大大来，餐厅留分阮就好啊。啊，你是要煮早顿哦？哎，我来传啦。唔免啦，这顿伊要处理，我负责食。来去无用啊。盐鸭，把手机盐鸭掉。这个多少钱啊？我洗了哇。哦，在后边啦。哦，亲爱的老婆大人，虽然讲我就是要完成你的心愿呢，啊，不过咱冰箱内底干那只实在。安尼敢比有吧？食啥物无重要，重要的是甲啥物人做伙食。Totally agree。我来当三工啦。十八年啊，已经足足十八年啊，我的东君，伊总算是孤单起来啦。伊的身躯边有一个这么好温柔、很会太太陪伴，我也该挽救。店长，阿拉家在哦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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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讲个垃圾啦！啊，没事。阿妹子嘛，阿妹子嘛，我跟你讲哈。啊，大哥，我唔是阿妹，伊值班所。哦，你是阿平进嘛？哦，今日哦恁辛苦呢。啊，餐厅遐我有准备一挂点心、咖啡啊，搁有茶，恁家己来免客气哦。阿平姐啦，我甲你讲，你讲，你保重，我看卖。别，我不要紧啦。无啦，你若真正有受伤，出来底有药会通无啊？我真正不要紧啦，头家，你无用你的，我紧甲只拼拼，你去无用去无用。这位阿平姐嘛，可能个性较避事，会惊歹势。好啦，阿无你豆豆来啦，我这个所在哦较矮。你倒来较细腻的，我先入来吼。先来东区，我唔敢，我真正唔敢，我无在你面前见你，是的。